小李子，你的眼睛会好的，现在啊只是小问题，也看不到花草树木、昆虫动物。原来失明是这样的呀。如果积水的话，不是湿气也会很重吗？而且衣服挂得那么低。哎呀，这样湿气一上来的话呀，难怪衣服老是干不了了。唐朝小李子。